第35题，对甲乙丙三木块施以大小均为 F 的外力后，三木块位能变化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看到甲跟乙都是在水平面上运动，所以它的位能是没有改变的，因为它高度没有改变，所以甲跟乙的位能变化呢都是零。 而丙呢，垂直向上提升了，所以它会增加位能，所以丙的位能变化呢是比零大，它是有位能变化的，所以我们的位能变化大小就是甲等于乙，可是呢比丙来的小，所以36题问我们说三木块位能变化大小关系，我们答案选的是B，甲等于乙小于丙。